中国共产党说话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。33年来的养老口号发生了神奇的变化。1985年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，政府来养老。1995年是只生一个好，政府帮养老。2005年是养老不能靠政府。2012年是推迟退休好，自己来养老。2013年是以房养老，幸福晚年。2018年是赡养老人是义务，推给政府很可耻。还有羞耻色彩更为火辣的口号是养儿为防老，子女要尽孝，甩给政府管真是脸不要。